为你们再前任十个，就是夜麻子起飞的时间。加油，兄弟们，奥利给！暂时的困难，我们去克服。我相信，人人都是璀璨的明星。我都看吧，人类那几回羊买个老干的，一天一天一天看呗。这回羊都买个老干的，好便宜啊！那么东亚来，不管哪方，方不来，肯定来。可能我感动了自己，但是我也用实际行动感动了自己和我们。希望就是我兄弟们真的能加油努力，不要卑微啊，要勇往直前。可能有的时候他们觉得是尬，但是真正听进去的兄弟们觉得可能是真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社会不就这样吗？只要我们没有害人之心，我们加油。中文歌来了，送给兄弟们。我在老挝点给直播间所有的兄弟们，刚才我所有说的话都是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我花的不是钱，是我和兄弟们之间的情和义。兄弟们，没有开玩笑，可能很多水友认为麻子在开玩笑，因为斗鱼他越来越难做，但是真心越来越少，套路越来越多，所以说表达真心是需要实际的行动，而不是在于嘴上说的浮夸。加油兄弟们，你们能行，我也能行。我喝的不是酒，我喝的是一路前行的道路。希望能兄弟们，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加油。感动自己的同时，才能感动别人。啊，这个是个老挝的女孩啊。她是老挝的女孩，唱的中文歌啊。今天这首歌代表
让所有的老挝的朋友都听听咱们中国人的心声，月亮代表我们的心。这个牛逼啊，这个兄弟们啊，那个我们叶子给小费了，我以为他给了，现在就给了啊，给小费啊，给小费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现在就可以了。让服务员给也行，哪里呢？让服务员给服务员。给小费了，给小费了。好尬，不会尬。有的人说我给小薇为什么会双手递上，我觉得这是为所有做直播的主播找回最后一丝丝的尊严，因为在老挝所有的主播并不是把这些演员当作演员，也不是把他们当人。让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也有好人呢。兄弟们，我们所有人在自己的职场跟他的职场是一样的，没有区别，尊重每一个人会过得更好。要不要到那个里面喊什么歌啊？点那首什么歌？不知道他会唱什么。就跟我现在在这个场合，我在直播，我也是要饭的一样。真的，没什么丢人。
个社会的角度不一样，自己的工作不一样，性质不一样。一样的。兄弟们，我不想，我想关播了，关播了。好吧，海明哥，关播了，关播了。喝多了，我这儿我感觉我要醉了，等不动了。但是我感觉我开始要骂人了。